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是华夏大地的精华，其历史源远流长，一路英明，其光彩辉煌夺目，名震中外，气可以壮山河，势可以冲霄汉，柔似行云流水，刚如磐石利刃，神意贯通，万物超脱。它不仅是一种竞技体育，而且可健体防身御敌，其学问博大精深，功夫深厚莫测，魅力无穷。好，现在我们进行定式巴掌的拆招说手应用教学。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武术有三大功能，第一功能就是养生健身，第二功能就是演练观赏，第三功能就是拆招实地应用。所谓实地应用，就是说攻防三手。八卦掌更有八卦掌的三手动作，它实际上有三种手法。第一种手法是明手，第二种手法是暗手，第三种手法是变手。明手比较容易观察到，第二种手法暗手就非常难以观察。第三种手法是八卦掌的核心，这个核心的话呢，就是说它在运用当中根据不同形式进行变化。所以我们今天拍的呢，主要是以明手和部分暗手为主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定式巴掌分为八掌，给大家进行拆招说手实战应用教学。第一掌是踏掌啊，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演示。定式巴掌的下踏掌共分解出六个手法来。第一个手法是下托手啊，下托手。第二个手法是双托肘啊，第三个手法是双扣手，第四个手法是带推手，第五个手法是双裸手，第六个手法是踏，也就是踏掌。现在我们对双托手进行演示。双托手如何运用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具体的具体的内容啊。我的个子矮，他的个子高，他打我的上部运用是最好的，如果打下部就不能运用了啊。现在我们进行具体演示啊。第一个是正面演示啊，如果他两手瞬间两手打来，你看一二三，哎，这是正面演示啊。我们再做一次慢的做。好，一走，一二三，这就是双托手的正面演示。现在我们进行双托手的具体实战演习，实际应用。
慢动作。第二种是什么？他用从右边打我的头部，看，走，一、二，再做一遍，走，一、二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现在我们进行第二个手法演示，第二个手法叫双托手，哦，双托手一般的八卦掌里头，不管是哪个家的武术，都有方必有击，所以我们托了肘以后必须有击法，也就是说，他用双撞掌来击我，我用双托手托出去以后也同样的击打。好，现在我们具体演示。开始，一、二。好，现在我们对第二个手法，拖着双托手进行实地演习啊。实际这个一般的动作，就是说他用双掌来击我的时候，我拖他的双肘啊，进而击打他的腹部。那么在武术界当中，有防就必有击，有击必有防，所以这个。我们演示的重点这个手法是在托手啊，不是在击手。那么为了大家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感觉，我们托完以后就击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三个双扣手，哦，双扣手一般的是做下扑，他的下扑打我的时候运用，就是说一般的来说，小个运用比较好，大个的话说运用的话是有点不太好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具体进行演示。好，现在他用双搓掌搓的肚腹，看我后走，一。二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好，现在我们演示第四手，叫推带手。推带手有三种运用方法，第一个是正面斜身运用方法。第二个侧身运用方法啊，这三种方法，一个是打的，一个是推的啊，所以都不同啊。现在我们首先给大家演示侧推带手啊，现在开始。他的右手打我上部，啊，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现在我们进行正面的推带手。好，开始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
好，我们现在做第五手，叫双裸手。双裸手有左右侧身裸手，有正身裸手。正身裸手一般的不在特殊情况下不用，一般的都用在侧身双裸手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具体演示。好，他的拳打我来，我就用那种哈过来，就这一招啊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好，我们现在做左边的。好，开始。咦，你看，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现在我们进行第六手的演示。第六手叫双踏手啊，踏手一般是在地下打屁墩啊，不是往外打或者是击法，是把对方的两个膝盖以下打下去，让他原地下沉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演示。一二一二一二，慢动作。我们现在把整个踏掌的六个手法全部演示完毕。现在我们进行第二掌，演示。第二掌就是双托掌，也叫凤凰展翅。现在我们把整体掌法进行一下演示。演示也是从下垂掌开始。双托掌共和可以分解出八个手法来。第一个手法也是双托手，第二手法是缠手，双缠手，第三个手法是双跨手，第四个手法是双托手，第五个手法是双片手，第六个手法是双切手，第七个手法是双裸手，第八个是倒手，双倒手，啊，就这样。双搓手，因为第一掌里头，也就下塔掌里头有了，我们现在在第二掌里，我们就不去演示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改成第一掌呢，就是双缠手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就先做双缠手。啊，双缠手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拿法的变换动作。啊。当对方抓住我的双手的时候，啊，抓住我的双手的时候，我利用缠手进行破解。你看，走，啊，
我们做慢一点，看，一、二，看，三，哦，就也就叫反搀，反拿上，都能正常使用，啊，大小个都不拎啊，所以说这个手法很普及啊。现在我们开始举起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。哎，这就叫双胯手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现在进行第三手，也就是双胯手的演习啊。当对方用双掌击我胸的时候，我用双胯手来破解他的动作。一般的这个情况就是说都能正常使用啊，大小个都不拎啊，所以说这个手法很普及啊。现在我们开始举起，预备，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第四手叫双托手，上托手这叫，因为八卦掌分上中下三盘，这个上托手属于上托手啊。上托手就是上盘托手啊，中盘托手跟腰平，下盘托手跟胯平啊，所以这个呢就是上托手啊。现在如果对方用双掌击我两耳之间，我用双托手，好，开始，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第五个手法叫双片手，双片手一般的是一个联手做法，所以先防后击啊。现在我们开始演示，开始，一、二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，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双切手法也是一个连续动作，就是说先方后击的动作，一般呢都是从胯掌开始做啊，所以胯后就切身，所以这个动作呢连续动作比较快，所以大家伙一定要看清这个双胯的那个运动方法和切手的力点。好，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第七手是双螺手，当我用双掌击对方胸部时，胸部用磕手来磕开我的两手，我同时用搀手的方法往向下挪对方的双手。好，
现在我们进行演习。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，第八个手法是刀手法。刀手法是一个连防再击的方法啊，连防再击的方法。它在三手当中运用的特别广泛啊。这个当我打到对方的时候，对方用拖肘的方法来拖我的双肘的时候，我也用缠手的动作把对方的两背缠到我的胸前，往上抬起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演示。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定式八掌的第三掌叫抱掌，也叫狮子大张口。它内含八个手法啊。第一个手法是下搓掌啊。第二个手法是平罗掌。第三个手法是随送掌。第四个手法是切扣掌。第五个手法是滚身掌啊。第六个手法是下罗掌。第七个手法领落掌啊。第八个手法搓扣掌。现在我们进行整体演示。现在我们进行掌法分解手法进行演示啊，也就是说拆招说手实际应用方法啊进行演示。好，第一个手法就是那个还是那个双搓掌，我们已经做过了就不做了。第二个手法是平罗掌啊。平罗掌一般的来说就是说对待小个儿，大个打小个儿。好，当对方用手打我的胸手，看一左手起步，好，我们开始进行正式练习，开始。哎，右边开始。哎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
第三个手法是随送手法，啊，这个手法的话应该是跟平罗手法连起来运用，啊，所以一般的呢，单独运用的时候很少，啊，现在我给大家演示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，第四个动作是切扣手法。切扣手法一般都是闪身，闪身切扣，啊，闪身切扣的目的就是说，把自己闪到对方的一侧，进行打击拧摔。这是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可以是拧摔，一个是拧那个用反关节的动作去打击对方，好吧？现在开始演习。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滚抱手法，滚抱手法一般的就是采取的是破解拿法，拿法就是说拧你的背，在拧背的同时进行翻滚，翻滚的同时进行肘击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演示。当我用手击对方的时候，击对方拿着我的手以后进行拧背，我再进行反背拧打，快好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好的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，第六个手法是下罗手法。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八卦掌叫上中下三盘手法，下盘罗手一般的就是对着低个对高个的手法是最好。现在我们进行演示，啊，当我收手就出去以后打一，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啊，第七个手法是带领手法。带领手法一般的运动，大个打小个，把小个提了起来，那个意思。再进行反击，一般的用肘法打他的腋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实验演习啊。好，开始，一、二。哦，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
好，第八个手法是脱扣手，脱扣手有点反关节的意思啊，就是上面下面的手往上拖，下上面的手往下压，扣住一个往上拖，哦，这叫脱扣手。那一般的来说，就是说力量小，最好运用它，而且治伤的时候非常有效。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。慢动作，现在我们对定式八掌的第四掌指天插地掌，也叫药鹰钻天的掌法进行拆招说手应用法啊。首先我们先对本掌进行整体演练，指天插地掌共分解出五个手法。第一个手法是片扣手法啊，片扣啊，先扣后片。第二个手法是这个穿胆手法啊。第三个手法是肩撞手法啊，用这个地方肩撞。第四个手法是胯搓手法啊。一是一个手往上跨，第二个手法往下搓的小肚子，第五个手法就是说脱皮手法啊，脱皮手法啊，是这样。我们开始演示第一个手法，叫做扣片手法，预备开始。示范动作，实际应用。慢动作，第二手单手掌，单手法。我们单手法的话，一般的就是侧位打击啊，不是正面打击，都是侧位打击啊。现在我们具体演示。如果对方来电打话，走这儿呢，你看了吗？这儿动了啊，不是那个，走，你看打，行，在这儿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
第三手就是肩正法，肩正法一般的是贴身打法，就是说在近距离当中我们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，哦，远距离不能用这个。现在我们开始演示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四个动作是跨脱动作，跨脱动作是连方带击，也就叫上方下击，上边的手把敌人的对方的手拨开，下搓他小腹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演示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前面我们做的是正面攻击，防守攻击，我们现在做侧身防守攻击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五手是脱皮手，脱皮手一般的在防，第一手是防，第二手是劈，上劈下防。现在我们开始演示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定式八掌的第五掌龟形掌，也叫双撞掌。现在整体演示。
定十八掌、第五掌、归星掌，也叫双状掌，内含六个手法。第一个手法叩片掌，第二个双状掌，第三个推状掌，第四个侧身单掌，第五个转身单掌，第六个踢膝状掌。当对方击我胸时，我右手扣其腕，左手击其颈部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二手双状掌，这个状掌是方中击击中旁，所以我得首先击他，他托我双肘的时候，我用双状掌来反击他。好，一二，这一二，一二，现在实际应用啊，一二。慢动作。第三手推撞手，对方两手前后击我胸时，我两手捂其双腕向前推撞。当对方用手击我耳根时，我用右手扣住他的下压，再用左手下压他右手，然后以后推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现在我们实际应用。好。预备，开始，嘿，嘿，慢动作。第四掌是侧身单手，当对方用拳击我腋下时，我侧身上步，一手推其击手，另一手挡其耳根。当对方用拳击击我腋下时，我一手推开其手，另一步上步侧身，用单手击其耳根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第五手转身单手，对方用单手击我耳根时，我扣步转身，用单手击其小背，后用震掌击其先胸，转体单手。这是两攻两防手法。第一，对方用拳击我左前肩时，我用眼手去做去解，对方
推我右肘，我专体用单掌击其右耳根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六手踢其撞手，对方是下用接腿踢我小腿，上用小掌击我头部时，我用踢其撞手破解。啊，右边走，好，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第六掌捧手掌，首先我们做整体演示。捧手掌共各有四个手法，第一个手法是缠捧手，第二个手法是压叉手，第三个手下罗手，第四个手是捧手。第一手是缠捧手，这个掌是连击动作，当我击对方时，对方双手扣过我双腕，我用这个缠手再捧，捧击对方。好，看，一，看二，哦，再做一次，一，二，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第二手
压叉手，当对方击我胸时，我侧身啊，左背下压起击手，再进步用掌尖击起喉咙啊，左边一二，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，第三手下裸手，当对方用撩云手击我裆部时，我下蹲后撤，后撤步裸膝击手，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第四手捧手，当对方双峰贯耳击我两侧时，我下势射进步捧击小腹，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第七掌阴阳掌，整体掌法演示。第七掌阴阳掌，也叫星日感业，拆招应用共七个手法，
第一手挥身甩手法，第二转身弹手法，第三挥身行步左右弹手法，第四带片手法，第五上步挥身疗法，第六扭身搓盖手法，第七退步背掖手法。第一手挥身甩扣手，当对方击我后背时，我侧步凝身，先用手压其臂，再用右手扣其腕，用左手甩其头，甩击其头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二手转身趟手，这是一个连击连防手法。第一手法就是说我先击对方的胸部，对方防守推我击背，我转身用弹手击其后，击其头挫。一二三。一二三，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三手左右挥身弹震手，当对方击我头部时，我侧步拧身，用弹手击其大臂，而后用右手击其左肋。对方侧步拧身击我头另一侧，我扣步拧身挥身，再用弹手击开他的大背，而后用另一手击他的右肋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
四手带片手，当对方用片手踢我头上，脚踢我左腿时，我倒步凝身，啊，一手带起击手，另一手片起颈部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五手，上步后撩手，当对方攻击我背后时，我上步拧身，用手撩击裆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六手，拧身盖手，对方下用劈腿击我侧胸，上用小手击我脖颈时，我用合手破解他的劈腿，同时拧身用掌盖其头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退步背野手，这个动作是连击动作，当对我击对方时，对方双手拧我的背，我侧步拧身击其小腹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
定式八掌，第八掌风轮掌整体演示。因为风轮掌是转双圈，所以必须有一个人来演示比较好，两个人就比较乱了，所以说由我单独进行演示。第八掌风轮掌内含八个手法，第一个手法脱扣手法，第二个手法单手法，第三个手法带棚手法，第四个手法穿销手法，第五个手法带棚手法，第六个手法上部领撩手法，第七个手法裸盖手法，第八个手法领撩手法。第一手法扣托手法，当对方双拳一手击我胸，另一手劈我头时，我一手扣其腕，另一手托其肘解脱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当对方用山手击我头侧时，我蹲身用弹手击其小臂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三手带棚手，当对方用劈掌击我头顶时，我一手扣其腕向后带，另一手用棚手击其小腹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，慢动作。
穿小手，这是一个连击动作。第一手，首先我击对方，首先击对方，对方用穿手拨开我的手，我再侧步拧身，用另一手穿其背，踢其上部，削其颈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五手，开步带碰手。当对方用贴手击我耳根时，我一手带起手，另一开步，用另一手击其后腰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六手，领撩手。当对方用片手击我头部时，我则侧步拧身，一手接起片手，另一手击其裆部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七手，裸盖手。当对方用拳击我胸时，我一手下裸其手，另一手盖其头。示范动作。实际应用。慢动作。第八手，转身领撩手。当对方从后边击我头时，我侧步拧身，一手领其击手，另一手掏其裆。示范动作。
诗记应用。慢动作。八卦掌，定式八掌，拆招说手，实际应用法演示完毕。